在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幕式上，易烊千玺作为年轻演员的代表在舞台上朗诵，念出来的话铿锵有力，虽然话不多，但是每句话都是吐字清晰的，甚至还有一种朗诵的韵律感，听着朗朗上口。看到易烊千玺念台词的视频，网友们都表示很惊讶，因为易烊千玺的台词功底真的进步太多了。早前因吐字不清晰被网友认为台词功底有问题，如今易烊千玺的台词功底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让人真的佩服他这两年的进步。非凡娱乐。